操盘战将。大家好，收看操盘战将，来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嗨起来！今天 AI 在开 party 啊！今天 AI 在开趴，很嗨，很兴奋，很高兴。我今天跟你讲 AI 概念股大涨，然后创新高，这个有点在马后炮。我之前讲什么？我上礼拜跟各位聊什么？当台北股市在拉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看坏了，很多人没有信心了。哎呀，要过年了吗？过年，过年怎样？过年会有资金的需求，对。所以呢，所以还是不要买股票，等过完年后再买好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这么想，我们等过完年后我们再来买股票。我告诉你，这段期间从现在到过年前，有的股票准备涨 30%， 有的准备涨 50% 以上，等到你过完年后再回来买股票，你的成本已经离现在大概差 50% 以上了。我跟你讲，人家就是抓住你的心态啊，在跟你玩心理战，因为你们想说过年前先不要买，等到过完年后再来买，错，大错特错，各位啊！道琼上个礼拜五大涨395点，各位啊，突破了，再创波段新高，再创历史新高，纳斯达大涨255点，再创波、欸、各位啊，你认为很丑？我那时候，连我那个时候我在做网络节目的时候，坦白说有点压力，因为现形看起来很丑。我在我的盘后节目、网络节目，我都在讲，就算拉回来，还是要做多，再创波段新高，一根长红棒。各位，它还没有过高，所以纳斯达注意。只要纳斯达能够越过之前的高点，台北股市的电子股绝对会大放异彩，你信不信？你还在看空啊？费城半导体，各位，再创历史新高，再创波段新高，所有的高点全部越过，上面没有任何的套牢卖压，没有任何的压力，爱涨到哪里就涨到哪里，费城半导体。所以先前人家讲一句话、啊、半导体飙，然后呢我说什么？我说喷，我说喷，他说飙，其实都一样啊，都会涨啊，再创波、欸、各位，他再创波段新高，费城半导体再创波段新高，什么含义？什么含义？ S&P500也在创历史新高了，所以现在道琼创历史新高，费城半导体创历史新高， S&P500 创历史新高，现在剩下纳斯达还没有，所以纳斯达一定会创历史新高，这就是现在台北股市电子股最好的机会，尤其费城半导体再创波段新高。所以人家在讲，人家说什么？人家说美国股市已经正式进入牛市，不是熊市，牛市，多头，大多头的行情要来了。结果很多人在保守，哎呀，过年要到了。各位，你真的要等到过完年后？好，好，可以。你等到过完年后，我给你股票，那个大概已经涨30%、40%，甚至50%了。你那个时候要帮我抬轿吗？那时候你敢去追吗？各位，现在你就要积极，赶快去买股票啊！美国股市已经表态了耶，他表态了耶，真的。
有红包啊！台北股市现在有红包，之前那个外资在这一天的时候卖了700多亿，结果上个礼拜五买了800多亿，认错回补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看起来好像很弱了喂，外资认错了，空头这次要翻跟斗了。我跟你讲，台北股市的红包行情，包含技术指标、价涨量，这个都是讯号啦。但问题是什么？红包，红包在哪里？我要那个大的红包底多余。超大红包来，我不遮了。广达、伟创、技嘉、英业达、旗宏、广达、伟创、技嘉、英业达、旗宏，AI 成长趋势，2024半导体复苏 ，AI 成长趋势，台积电背书，好巧哦！台积电在上个礼拜开完法说会，之后，黄仁勋又来台湾了，做什么事啊？又来台湾，刚好这些股票，我跟你讲。不能说太多，放在这一张，放在我的LINE里面，赶快去索取哦。目标价，买点目标价，看到买点闭着眼睛买，看到目标价你就闭着眼睛卖。手中没有的要来拿，手中有的你更要来拿，因为目标价在哪里？老师，那什么时候可以买？买点在这边。我这五只股票我都不遮，我不用遮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选这五只股票？今天这五只股票在干嘛？仙人指路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不是仙人指路？啊 ？AI 超大红包，各位，红包行情来了，我要来发红包，我要来发红包。红包战斗营，赢钱的赢，红包战斗营。我的标股就是超级大红包，在过年前，哎呀，你这次回去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每次过年哦，都要包红包给长辈啊，小孩没有关系的，随便包就好了。啊，给长辈的，给爸爸、给妈妈，你要包多少？今年要包多少？6000。还是8000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拿到我这一包，你可以包给你爸爸妈妈多少钱吗？10万、20万，不成问题啊！不要再包什么6000、8000的，10万、20万包下去，我包准你爸爸妈妈非常开心，笑容满面，那个气氛就不一样，意义就不一样了。红包战斗营，台北股市的红包行情来了。哦呀，这次的红包，黄仁勋来台湾，台积电法说会开完，美国股市再创波段新高，这样的红包你还不来赚？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哎。各位，很明显呐，真的很明显。我告诉你，你有没有看到辉达、NVIDIA？NVIDIA 辉达，现在黄仁勋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前讲几天去中国，哦，跳啦啦队的舞蹈，然后这两天来到台湾，听说去吃小吃，然后故装，然后要拜访台积电。辉达的股价创波段新高，这个太明显，这个简直送分题，你还不懂得现在趋势在哪里吗？台积电已经背书了耶。各位，台积电已经给你背书了。NVIDIA 再创波段新高。AMD 啊，这是等于更正。AMD 在这个了。AMD 超微再创波段新高。
创波段新高，创波段新高，连美超伟，美超伟啊，上个礼拜五啊，各位，你看他 K 线一口气大涨31%，好可怕、啊，31%一口气哦，一口气三根涨停板，一口气大涨31%，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什么华泰啦、啊，有大涨，我跟你讲啦、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的美超微概念股，我的涨停板，各位趋势在哪里？趋势在哪里？我跟你讲啊，赶快跟上主流好不好？主流啦，你就会晋升上流啊！对了，老师，你的姓对，跟上主流，主流在哪里？主流在哪里 ？AI 嘛，智源、爱普、AI 在哪里 ？AI 标股在哪里？在我这里，赶快跟上主流，你会晋升上流。接下来的红包行情。我要带你好好的大赚一票，这个 AI 红包我放在我的 LINE 群组里面，你赶快来拿，好不好？你赶快来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记得啊，这一天啊，这两天在之前在拉回来的时候啊，我在一个报纸上，我特别把它印下给各位看了，选后20日上涨几率100%，那个时候跌下来啊。大家都说我在骗人啊，没准啊，没准啊！你觉得现在准不准呢、啊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准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定海神针、护国神山已经没有问题了，我认为已经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接下来台北股市，接下来台北股市。现在还在17000，道琼现在在哪里？道琼现在在37800多点呢、啊。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，我跟你写这个，道琼将上刊。各位，买股票，买我的股票，你赶快来拿我的这一张，我放在我的 LINE 群组里面。我的 LINE 群组里面哦，这一张 AI 大红包，除了这一张以外啊，我还要给各位一支股票啊，迅达的传人，哇！今天很多人在讲，最近很多人都在说，老师，为什么你的股票这么飙？老师，为什么你的股票这么强？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抓得到主流股，因为我找得到标股，因为标股可以让你在最短时间赚到最多的钱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也是我的责任，我有义务在台北股市选上标股，然后呢，让你买啊，让你索取啊，这一支迅达的传人，各位，四星，先讲四星，3661的四星，四星我就不播 VCR 的啦，这一波以来你都看到它怎么涨嘛，它怎么飙你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不多说了，我要讲的是四星大涨之后，我给大家四星的传人叫安国。8054的安国，各位，8054的安国，145块 ，VCR 导播，切糕，这支股票，涨停板。如果11月9号那个时候，
我给大家股票哦，然后11月10号你们自己去买，9号给大家，10号你们自己去买。今天已经来到了145块了，对啊，你买在60块好了，今天来到145，哎，一倍了，超过一倍啊，你买的价位超过一倍啊。今天1月22号来到 145.5 149%。当时我跟各位讲，来，四星的传人叫安国，然后安国大涨之后呢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有人在敲碗嘛，老师还有没有像安国这样的？有，安国的传人，安国的传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四星的传人叫安国吗？安国的传人叫什么？叫迅达嘛，6140的迅达，今天49.4，来 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。涨停板，想当初如果你在1月2号，那个时候1月2号的时候，我跟你讲安国的传人，来扫描加 LINE， 在 LINE 群组里面来索取的，我这一支股票叫迅达，1月2号你来拿，一月三号呢？你买在哪里？知道吗？你买在大概30.75的位置，今天来到49.4，你买在30块啊，31块了，算31块好了。今天来到49块了，加赖，就你叫你加赖而已啊。上个礼拜五涨停，今天再一根涨停板，各位。连续涨停板73%了，哎，标股会传承啊，真的标股会传承啊，真的，从四星103%，然后呢，我跟你讲，四星的传人叫谁？叫安国，149%，然后呢，安国的传人叫迅达。迅达今天拉到涨停板73%，各位，放在 LINE 里面，我放在 LINE 里面，赶快去索取，赶快发言，跟我们来拿，我要迅达的传人，我要刘老师的股票，各位来拿我的股票，来赚接下来的红包，因为我的标股就是超级大红包，四星安国迅达，接下来就是他了，轮到他了，出手了，金爆啊，真的是金爆、啊、上次金爆星期四哦，然后呢金爆星期二，今天金爆星期一啊，这一支股票迅达的传人，我放在那里面，我跟你讲这一支哦，如果你有买的话，哦，你有买的话，注意不要轻举妄动，如果你要有耐心，不要看到亮灯了你就想要那个，你要有耐心。好吧啊，如果再忍耐一下，你再好好忍一下，你有没有听到我意思？
不要轻举妄动，要有耐心，要忍耐，因为后面各位四星103%，然后安国149%，今天再创波段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的 K 线今天安国再创波段新高，我今天11点在录影的时候，他还在这边呢。下完节目，砰，拉上去，盘中还一度拉涨停板149.5，喂啊！然后安国的传人迅达直接拉涨停，啊，迅达的传人呢？就他，啊，他是谁？他的股票名字叫什么？两个字，三个字？好，这代号是什么？我放在那里面，你去那里面拿。还有这一张 AI 的超大红包，我也放在那里面。1+1，全部送给你，全部送给你。各位，黄仁勋来台湾了，黄仁勋来台湾了。当道琼再创波段新高 ，NASDAQ、费城半导体、S&P 500，牛市来了。台北股市站上所有均线之上，各位。台北股市的多头行情来了，飙股行情要来了，注意，当美超微再创波段新高，当 NASDAQ 再创波段新高，当 NVIDIA 那个 AMD 再创波段新高，我跟你讲 AI 的股票，我的股票，接下来我跟你讲，不会让你失望啦，这一支股票迅达的传人放在这边， AI 的超大红包，注意哦，哦，好好看清楚哦，好好看清楚哦，哦，有猫腻哦，有玄机哦，看了你会不会吓一跳？嗯，你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你看就知道了哦。AI 的超大红包加上迅达的传人1+1，全部请你手机扫描加了。在那里面来索取我的这支股票，还有超大红包，扫描加拉，在那里面索取这一张，还有这一张，全部送给你。进广告。金融现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四星103%，103%，
四星的传人安国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149%。安国的传人是谁？迅达，6140的迅达，喂，今天涨停板，连续涨停板，再创波段新高，73%，一脉家传。都有同样的、相同的、类似的这一支迅达的传人，这一支股票，各位拿到之后跟我们一起数涨停板，注意不要轻举妄动，要有忍耐，要有耐心，后面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红包，超大的红包，各位。我的标股就是超级大红包，这一支迅达的传人，那里面还有 AI， 注意很重要哦，那里面赶快出去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